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我们拼尽全力，勇往直前。但是，青春的代名词不只是成就自我，更是在他人需要时放手一搏。这个世界不在乎你遗憾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捍卫了什么。不在乎人们对你说了什么，而在于你对别人做了什么。不是被回忆，而是被铭记。不是追逐名利，而是传递善意。为大爱，你我同行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就，而在于被需要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龙。2015巴萨明星慈善夜，慈善武汉，为你而战。